因此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叫做与神同行。当我们看见圣经上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而神就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居住在我里面，我相信。但是神能够从我的里面出来，看见这个世界改变，我有一点点保留。神可以在我的里面，使我能够为别病人祷告，病人得着医治。我有更多的保留，因为我害怕，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说奉耶稣之名得医治的时候，他却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我的信心会很大的震动。从小我在医院里面常常进出急诊室，所以对于我来讲，我看到疾病，我里面有一种很深的痛恨。我看到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是这个样子的？你知道，当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大家非常开心，但你知道吗？当你进到急诊室里面，你所看见、听见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急迫的。你可能听到救护车的声音进来，然后你看到一个人全身是血，然后送进去，然后可能没多久，那个人就不见了。但其实到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听讲道的同时间，可能在各大医院的里面，都正在急救一些人，他们的生命正在垂危的里面。如果我们对福音有很大的一个饥渴的话，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要去拯救灵魂，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对于灵魂的感受其实是非常的薄弱的，甚至我们对于这个世界走向败坏，我们觉得那一群人败坏的人，他们应该不值得被拯救，因此我们对人的感受越来越低。是的，我们每一次听完道之后，我们知道要爱人，我们知道灵魂很重要。但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通常都是在我们刚刚信主的那个时候，我们得着救恩的时候，我们很想要把好消息传出去。但是渐渐的，我们觉得连我自己活在这个好消息里面，我都不能完全的确认，神就住在我的里面是可以彰显他的大能的。有时候我们慢慢变成一个宗教仪式的基督徒，我慢慢觉得说我应该要来聚会。但是有没有在聚会的过程，在来聚会前，我碰见了耶稣呢？很多人说，牧师，我怎么可能随便碰到耶稣？我一辈子我也没有看过耶稣啊，我只是有听过他可能在意念里面对我说话，但我从来没有看过耶稣。但圣经上面说什么？若是你在那个最小的人身上，你把你的施舍给了他，你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可能今天我们要来101大楼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看见了耶稣，但是我们忽略了耶稣。我们可能走进会场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看见了耶稣，但是我们没有跟他打招呼。我们可能看见了耶稣，我们本来可以去帮助他，他可能东西掉了，然后我们想说啊，反正我按电梯，我准备要迟到了，就让他自己去处理吧。你可能就看见了耶稣，但是你却没有坐在那最小的身上，你却没有看见他的需要，而你去帮助他，其实你已经错过耶稣了千万遍。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耶稣，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你可否想过，神多么渴望触摸你旁边那生病的人吗？但他却被囚禁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你知道旧约的里面，圣灵是没有办法住在人的身上的，因为它叫做圣洁的灵 （Holy Spirit）。圣洁的灵没有办法住在人身上，因为人是败坏的，所以圣灵只能恩膏一个人，让这个人受感说话完之后呢，圣灵就要再离开。所以你看到过去旧约里面的先知或者是王，他们都是被膏抹做某件事情，然后圣灵又会离开。但到了新约，完全的改变了，因着耶稣基督所付上的代价，十字架上面的救恩，宝血的救赎，今天你我完全的被遮盖，我们的罪已经被宝血遮盖了。因此当天父看着我们的时候，他不再是看到我们，他是看到我们披戴着耶稣。而当我们披戴着耶稣的时候，圣经上面说：“你坦然无惧的来到我面前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我们是害怕，我们觉得我们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当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害怕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不要搞错了，神是良善的神。你穿戴着，你只要披戴着耶稣，你就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因为他是施恩、施怜悯的神。 Amen。 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我觉得这个礼拜我做得很好的时候，我去到教会，哇，我穿着新衣服，然后很觉得今天带敬拜也很有恩膏，讲话也很有恩膏。哇，我这个礼拜如果犯罪，我去到教会里面都觉得，会不会有人在看我？会不会有说，哎？我小时候最怕先知来。然后以前教会都不是灵恩的，你知道灵粮堂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福音派，你可能不相信。然后呢，我小时候呢常常听到说，哦，国外有一个先知来了。然后先知一来的时候呢，说我们今天要来服侍，请先知为每一个人来服侍好了。然后呢，我就会退到最后面去，因为我很怕他说你昨天犯了什么罪。很怕先知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总觉得好像神的灵浇灌是要服侍，然后要指出人的罪来。但你知道，但新约神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了我们，以至于先知看见你的时候，他不是指出你的罪来，他是安慰、造就、劝勉、指引你未来的方向。Amen。所以我们看见了新约跟旧约里面因着神儿子的摆上带来一个极大的翻转，因此神的灵可以住到人的里面了。你想想看，这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哦。天父第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他把他所最爱的儿子给了我们。你想要把你的儿子为别人死吗？不会吧。第二个 Mission Impossible， 耶稣从神变成人，就好像你突然有人跟你讲说：“嘿，你现在有一个任务，要变成蚂蚁去拯救那个蚂蚁大军。”你心里想说：“我捏死他们都来不及，我还要成为拯救的，变成一只蚂蚁来拯救他们。”你现在知道耶稣做了多大的 Mission Impossible 了吧？他变成人，降为卑。第三个 Mission Impossible。圣洁的灵要住在不圣洁的身体的里面。我不知道你的眼睛看了什么，你心里想了什么罪恶的事情，而圣灵在你的里面却离不开你，他需要看你所看的，然后他躲起来说：“你可以不要再看这肮脏的东西嘛。”然后他看到你心里所想的东西，他说 ：“Oh no！” 你可以想象圣灵在待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是一个多大的挣扎吗？一个完全圣洁的灵要看一切的污秽，是我们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但是他在我们的里面，他看见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就知道悔改不是一次性的了吧？你知道悔改是 every day， 每一个 moment。当你思考了邪恶的事情，当你看了肮脏的事情，当你心里想了不该想的事情，而这一切的东西都在玷污这位圣洁的灵。因此，当我们在玷污他的时候，你是否有及时的一个悔改，说：“圣灵，谢谢你，我这样玷污你，你还愿意住在我的里面？谢谢你这样爱我，在我的里面。”持续的用你微小的声音对我说话，所以他被称为 Counselor。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因着有他，所以我们有盼望。当我们常常绝望的时候，我们会去找 Counselor， right？ 然后 Counselor 就会告诉我们说：“哎，你可以怎么样？”然后找出问题的症结点，然后解决那个问题。你知道有一个 Counselor， 最厉害的 Counselor 住在你的里面吗？但是你有寻求他的想法吗？你有对他说话吗？你有让他不再被囚禁在你的里面，以至于他能够出来做工吗？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个绑匪，我们绑架了圣灵。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但我们却绑架了他。而我们绑架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不信、跟我们的怀疑、跟我们的恐惧。所以每当我们要做超自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因为我们的不信跟恐惧把我们辖制了，以至于圣灵想要出来 do something， 但是我们却把它绑住了。今天，如果要活出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我们需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你是否有尊荣你里面的灵圣灵，让它能够出来彰显。所以我们常常会祷告一件事情，什么？愿神的灵充满我们，对吗？为什么要讲充满？因为他在里面呢，所以他充满我们。但是我们同样会祷告，神啊，你圣灵浇灌我们。为什么要浇灌？因为神有新鲜 fresh 的恩膏能够浇灌下来。然后我们说，圣灵，求你引导我。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做很多的判断，我们面对的环境是一个你没有办法用你的 sense 去判断，而有很多东西你需要有 instinct， 这个 instinct 是 direct 跟神连接的 instinct， 以至于你可以判断对的选择。你做对的选择的时候，旁边的所有你的同才，甚至是你的同行都会说你是个 ridiculous 的人，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结果神 prove 了一件事情，你所做的选择超越了万人。我们到了一个时间点，就如同但以理一样的时间点，就如同约瑟的时间点一样，我们看起来王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但是却会有这一群宰相，因着在神的面前，他们能够辅佐，使一个国能够被辅佐起来。我们现在是进入到一个世代的里面，是不再用尝试或过去成功的经验而活，乃是靠圣灵而活。因此，我们不能再把它捆绑在里面了。你早上起来，你要说 Good morning, Holy Spirit, I welcome you。你要在我的里面彰显，直到全然的在你的里面，才把你的脚放在地上，说神，今天我要在地上用你的思想来掌权。我们确实到了一个世代，你会觉得电视能看吗？所有的东西，你看见的东西，你都觉得这一切事情都是不可思议的。有一大堆不可思议的事情一直在发生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要来了。亲爱的家人们，时候越来越接近的时候，不要丧志。因为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许多的基督徒丧志，以至于没有办法在末世为神站立。有太多的你不能想象的疾病、灾难临到的时候，你不要丧志。你需要看见这位良善的神，他一直走在你的前面，向你招手。云彩般的见证人一直围绕着你，你就要知道你要跑一场奔向标杆的赛跑。你要勇敢，当你觉得你的勇敢不够的时候，你有弟兄姐妹，你的弟兄姐妹会在你的周围里面成为你的帮助，鼓励你，为你祷告。当你觉得你的力量不够的时候，你要敞开你里面的脆弱，你不要常常隐藏你的脆弱，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我是一个强人，没有任何事能够难倒我，你知道吗？当你越隐藏自己的时候，你就越缺少从旁边来的这些资源。你需要敞开，因为接下来我们所面对的时代，不是一个人单独可以跑的，是需要一群人一起跑的。家人们，跑在一起好吗？在你的小组里面，在你的小区的里面，或在整个教会的里面，或者教会跟教会之间，其实在过去10年，教会跟教会中间的合一是你们所有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大家开始走在一起之后，才发现原来每一间教会的 leader 都在被属灵攻击，每一间教会的 leader 都在面对极大的挑战，但是却有苦说不出来。但是当这群领袖站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分享他们自己的脆弱的时候，我们就彼此伸出手来，彼此为兄弟们祷告，就看见每一个兄弟们慢慢又走出他们里面的困境。就连牧者都有这么大的困境的话，我们不用再害怕告诉别人我们有困境了，我们需要被帮助 ，Amen。所以让我们能够成为扶持别人的人。我们不是一个看别人在这样一个患难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幸灾乐祸的。我们是在看别人在一个患难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扶持他。你知道约伯的朋友真的很不 OK， 如果你读约伯记的话，好，我们不要成为约伯的朋友，我们成为像耶稣一样的朋友。总是伸出手来。他说他的臂膀从来没有缩短过。我们总是伸出手来，我们总是帮助，因为有一天很有可能就是我们需要被帮助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一个与神同行。但是与神同行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是讲到同在而已。很多的时候，我们跟神同在，但是我们没有沟通。我们觉得说啊，神你就在啦，对，我知道你在，但是不沟通。所以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说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怎么样与神同行？我们回到创世纪好了，因为一切东西都还是回到创世，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看到了神创造了天地6天，这6天都在预备一个事情，就是让人类能够出现。你看见天和地、海、万物都是为了你造的。你要确定这件事情哦，都是为了你造的，所以所有东西创造完之后，最近我也开始种了，我开始在阳台开始学习种，你知道，我就在那边一铲一铲，然后弄得身上全部都是泥土的时候，我就感受到那个泥土跟我有关系，我突然感觉到那个种子跟我有关系，我突然感觉到那个菜长出来的时候，不是我就把它吃掉。而是那个菜长出来是神的恩典使它长出来，而在长出来的过程里面，你看见了这个万物都有一个自然的律，而在自然的律里面，你会说：主，我感谢你。所以万物都在教导我们去看见神的预备。所以亚当他什么都没有做，我再说一遍，他什么都没有做，他一眼睛张开来的那一刻，他看见所有东西都是为他预备好的。这是神创造的心意哦，所以不要看错了。神创造的心意就是他都帮你预备好，但是今天我们全部都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在努力赚。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极大的不一样？所以神早就预备好了，然后他创造了人。所有的动物都是泥土所造的，人也是泥土所造的，但是神却做了一个极美的动作，就是他到了亚当的面前，对他吹了那一口气，叫做ruah啊。这一口气吹进去的那一刹那，圣经上面说他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那你知道吗？当神要吹气的时候，你觉得吹气这个动作是不是很亲密？因为他要到你的鼻孔吹气嘛，很近，所以当亚当那个神吹气到他鼻孔的时候，神一定非常靠近他的鼻孔，甚至神可能亲吻了他的鼻子。你知道那是一个多亲密的行为吗？当他眼睛张开看的时候，神就在他的面前，然后对他吹了那口气。他因着那一眼睛张开来所看见的那个亲密，他知道这个地是为他预备的。万物都是为他预备的，他里面一点怀疑都没有，他里面充满着自信心，他知道他可以治理这地。但是他真的看到他的能力了吗？他真的看到他跑起来有比老狮子跑得快吗？有比豹跑得快吗？他的力量有比大象大吗？他完全都没有去思考这一切环境里面的东西，他只是被吹了那口气，看见创造主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他所造的。这叫做 identity，这叫做安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安息。真正的安息是知道你的主是谁，真正的安息知道你被造是有意义的。所以当亚当在那一个亲密的里面的时候，然后神又创造了夏娃陪伴他。当他们3个人手牵手，你要感受一下哦，3个人手牵手走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神就跟他介绍说，这万物都是为你所造的时候，你来命名。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微风吹起的时候，亚当跟夏娃走在一个极大的被爱的感受的里面，而这一切都是为他所造的。他感受到那个爱是超越他可以想象的，那叫做与神同行。那个与神同行的过程里面，他不用害怕有任何东西会威胁他的生命。他就走在那个过程里面的时候，这时候神做的第二件事情，教导人类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把万物找到亚当的面前，说：亚当、夏娃，为他们命名。神在把人跟万物拉起来。第一个动作是神跟人拉起来关系，第二个动作是神把万物跟人拉起来。为什么神不直接命名就好了？因为命名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动作。今天你的孩子的命名一定是你命名，或者是你爸爸帮你一把，对不对？因为中国人的长辈哈，通常都会比较想要参与在整个的血脉的这个里面哈，所以像我爸爸就一直想要帮我的孩子命名，结果我先命了，所以我爸爸就很生气。我爸爸说：“那他的小名我来命名。”我说：“好，小名给你。”你知道人跟万物的关系就是神这样的祝福。以至于人走在伊甸园的里面，跟神、跟万物都有一个安息的关系，而这个安息的关系就叫做与神同行。但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伊甸园发生的事情，人类再也回不到伊甸园了。当离开伊甸园之后，圣经上面说有一个咒诅临到了这地，就是这地会长满了荆棘，人类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而这个时候还有可能与神同行吗？当时候亚当夏娃跟与神同行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还有可能与神同行吗？我们在一个这么混乱的世界的里面，我们看到到处的动物可能都想要把你吃掉，万物可能都想要把你毁掉，你看见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你所预期的，所有的地震风灾都想要把我们吞噬掉，我们来到了一个被咒诅的地，还有可能与神同行吗？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一个故事，叫做以诺，大家记得吗？以诺65岁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马土沙拉。就在65岁他生了这个儿子的那一刻，他的生命里面仿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生。他65年，他可能都听过神，但是他跟神没有一个完全连结的经历。但是圣经里面只有一句话带过，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65岁的时候，他生了马土沙拉，同时间，他圣经上面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就这样子哦，圣经就这样写，就以诺就这样，就没有再被记载了。你知道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是在他儿子生下来的时候，表示那时候一定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以至于他认识了神，而且那个认识不是这边认识，是这边认识，而且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看见了圣经里面，在败坏的地上面，确实证明了一件事情，仍然可以与神同行。以诺的与神同行300年，我们看见了那个永恒的同行，以至于神直接带他进永恒里面同行。你想要在地上与神同行，到有一天你直接进到永恒，你都没有发现有差别吗？你就直接到永恒了，你是活着进到永恒，你知道那是一个多么荣耀的事情吗？所以以诺他可以与神同行300年，感谢主。而接下来，我们来看摩西。摩西这位埃及的王子，他在前面的40年，他在法老的家中，我相信他带的穿金戴银，吃最好的，甚至是世界上面各个领域里面最好的东西，当时的贸易应该都会供到法老的面前。所以这位埃及的王子，他生在埃及，虽然他是以色列人，他生在埃及，他在埃及的里面，他想用了一切的荣华富贵，在他的眼中有权、有钱、有所有的一切，他不缺任何的东西。但是在他40年后，他遇见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改变了他的生命。而这个改变生命之后，他听见了神的声音，他看见那焚烧的荆棘，却焚而不毁。他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荡之后，他知道那是一个圣洁之地，他脱掉鞋子，他来到神的面前，而神对他说话，而告诉他的是，你要带领以色列人民出埃及。你要知道这个事情对他来讲非常的困难。神往往给了他呼召的人困难的环境，他不是要让困难环境打倒我们，他是要我们能够胜过困难的环境。所以摩西他经历了40年的埃及王子的生命，他要经历40年的破碎。亲爱的家人们，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破碎。今天不要让你的破碎，好像觉得你生命是软弱的，让你的破碎成为你的刚强。所以当摩西在那40年里面，他真正刚强起来，是在旷野的40年，他不断的与神对话，他在那里面被装备，以至于到他80岁的时候，他去到了法老的家里面，要以色列人民脱离埃及。在圣经里面，他对着这个法老说 ，Let my people go, so they can worship me。 圣经里面中文圣经翻的其实没有很好，因为中文圣经翻说让容我的百姓去，所以他们可以侍奉我。有时候我们听到侍奉都有点害怕，因为我们总觉得好像侍奉就是做事情，但实际上原文里面讲的是 Let my people go。 当他们脱离了捆绑的时候，他们可以 worship。 原来 worship 是一个自由才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今天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 worship。 这是因为这是你是自由的人的代表，你可以拍手，因为这是你是一个自由人的代表。你可以 shout 哈利路亚，因为你是一个自由人 ，Amen。所以当我们在 worship 的时候，你不要很尴尬，旁边人会不会看我怎么样啊？其实我非常有身份啊，我旁边其实那是我的员工，他看我这样子会不会很 crazy？ 大卫不怕，大卫他身为一个王，他把约柜迎回到 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甚至把他上衣都脱掉的时候，连他太太都看不下去，你知道吗？他太太米甲都看说：“哎呦，拜托，这一个王怎么可以脱掉衣服在那边跳舞呢？”但是大卫知道，有一个万王之王，他配得一切的荣耀跟赞美。That's why 他用尽他的力量，甚至把他的身份丢在地上，他就是敬拜这位神的时候，神说：“这就是合我心意的人。”神在找寻合他心意的人。 而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在神的面前说：地上这一切的荣华富贵，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小小的。所以今天我把这些东西放下来敬拜赞美你的时候，神会说 ：“That's my son, That's my son。”他会对着天使天君说 ：“That's my son。” 然后呢，天使天君就说：“哇哦！”他在为你们鼓掌。然后所有的云彩般的见证人都在旁边为我们鼓掌的时候，你知道你在欢欣跳跃的同时，你周围都是天使天君跟着你一起在敬拜赞美神吗 ？That's worship。当我们真实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当我们真实知道我们是神的女儿的时候，我们就 celebrate 我们的生命 ，celebrate 我们有一位创造神。Amen。再次把掌声归给他好吗？哈利路亚。 很多人说，牧师啊，我听大部分人都这样讲，摩西真的好可惜哦。我也听过讲台上这样讲，摩西真是可惜啊。神给了他迦南美地，最后他没进迦南美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哦。他就是因为神告诉他说不要击打磐，不要这个击，神告诉他击打磐石一次，他击打了出水。 第二次神没有告诉他，他又击打他，因为他生气，因为气这些人民一直跟他要水喝，他又再击打一次。所以圣经上面就是所以很多人就会用这篇来讲到说，神没有说的不要做，好警告人，你看看，连摩西这么伟大的人，神没有说，结果他做了，以至于他一辈子都进不到迦南美地。哇，我们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好像一个失败的 case 在看，然后我们就以至于一直一代传一代，告诉下一代说，我们千万要听神的话，不然就会像摩西一样很可怜。今天我给你另外一个 point of view， 他前面40年他早就看过所有的荣华富贵了。你觉得迦南地有比法老的家里更厉害吗？ 我们看到了后面到他80岁的时候，他跟神说：“神若是你不与我同去，我不去，我要见到你的面。”那40年的旷野让他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只有神的同在比其他一切都好。所以当神给他了一个 destiny， 说带人民去到迦南美地的时候，我们以为迦南美地是 destiny， 对摩西来讲，不是哎。 摩西并没有对那个迦南地，他抱持着一个认为那是他的一切，他是生命的成功。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常说 “Let's go”， 让我们去到我们的迦南地。所以，我们总觉得有块地，有一个成功，有一个富足，有一种东西是神最终要带我去到的地方，那是我的迦南地。很多人都是这样讲的哦，特别成功神学。但对摩西来讲， 迦南地，你知道？你听后面那一句话。有一次，这个摩西非常生气，说：“神啊，你看这群百姓，我不想再带他们了。”神说：“继续带他们。”结果隔了一天呢，变神不高兴了。神说：“我不跟你们去了，你们自己去迦南地，因为我答应你们，你们就可以去，你们可以拥有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富足、一切的成功。是 ，Go get it， 这是我给你们的，但是我不想去。你听听看这两个差别哦，我不想去哦。结果摩西说什么？摩西说：神，如果你不去啊，我也不要去。没有你在的迦南地，就不过是个地而已。”所以对摩西来讲，他根本不是为了迦南地而去迦南地，他是神，他只为了想要见到神而已。他只要见到神的面，他就觉得他心里面得到满足。他只要神与他同行，他觉得这就一切都值得了。所以最终，摩西击打了磐石第二次的时候，摩西因此而没有进迦南地。他在最后120岁的时候，他上到山上去。神带他看着那迦南地的时候，我相信他里面一点都没有后悔，因为他要的是神的同在，而不是迦南地。当然，很多人也会安慰说：“哎，后来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不是看到摩西跟以利亚都在耶稣两边吗？所以他已经在迦南地里面了。”你觉得这个，你知道太牵强了啦。就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硬要找一个理由说，最后摩西还是有进迦南地，但重点他的心里面就没有，不是要迦南地嘛，所以我们不用硬帮他解释嘛，好不好？很多时候人常常想要把经文解释说，哇，硬帮神做一些事情啊，就像那个这个亚伯拉罕硬要帮神生一个儿子，然后以为是应许之子，结果生出了以实玛利。今天我们要面对以实玛利，神不需要我们帮忙，教会是神的，神也不需要我们帮忙。教会需要你们 ，OK？ 对，教会需要我们，是因为我们看见我们每个人都是教会，所以我们连接在一起。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是耶稣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是：摩西与神同行的目的不是迦南地。如果你与神同行的目的是为了要得着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动机实在太奇怪了。但是往往我们常常去，比如说我们讲好了办医治布道会或办一些特别的特会好了，我们站到台上前才开始祷告说：啊，圣灵你要帮助我，今天要让你的恩膏能够流出来，然后以至于人能够触摸到你。然后心里在想的是什么？想的是免得我丢脸。如果我们今天想的是免得我丢脸这件事情，那么神就不会在里面做神迹奇事了。为什么？因为神还要帮你保住你的脸。你不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都是为了一些企图吗？所以神才会教导我，耶稣才会教导我们说，其实真的祷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真实的祷告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国度，是你的国度彰显。因此，当我们不在乎我们的面子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最勇敢的时候，我们就是能够为神勇敢往前走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乎我们的面子好不好看。如果我们今天祷告了，没有事情发生，没有事情发生，难看的是他，不是你。你有这样想过吗？我在教医治课程的时候，教大家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我说：“你说奉耶稣之名得医治，结果没得医治，你不要难过，真的，他比较难过，因为他会觉得面子有一点啊，糟糕，怎么会这样？所以呢，当你把所有一切的责任都交给他的时候呢，难怪你的服事会是清晨的。”不要再去扛一堆你觉得你的 responsibility， 你要为神做事情。你说实在，我们不配为神做事情，你知道吗？神也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事情。我们所做的每一个服事，是出于我们对他的爱，因为他太爱我们了，我们想要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所以我们服事。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教会需要你，教会也可以不需要你。好，但是呢，你为什么呀？是因为单纯你的每一个服事是你对神的敬拜 worship。所以我们看一间教会的服事量有多大的时候，就看到有一群人有多少人是爱神的，而不是一个规范啊！每一个人你要服事啊，你进来你要服事啊，为什么要服事？这很重要啊！你有恩赐才干，你要服事哦，你知道吗？我们就开始变 responsibility， 然后 responsibility 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为什么？因为教会会越来越大的，教会越来越大，我们就压力就越来越大。我们就不只是按立长老，我们按立执事，我们执事按立完，我还按立区长，区长按立完还是按立小组。为什么要更多？不然没有办法治理。很多的时候，真正治理的关键在于神。当我们 worship 的时候，就会从天上有个 divine 的一种治理临下来。那不是我们企业界看见的治理哦。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教会用企业界的方式来治理就可以的，那完全相反。如果企业界是怎么做的，教会就刚好相反。企业界有能力的人站在关键的位置上面，成为众人的祝福；而在教会是，你越加的把你的能力丢掉，然后说 Can I serve you？ 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是。我举一个例子，耶稣他在最后的这个日子里面的时候，他有一次他脱掉他的上衣，然后把他的这个绑在他的腰上面，他就跪下来。他前面有一句话说：“当万有都交与他的时候，他脱下他的外衣，跪下来服侍他的门徒。”真正能够服侍的人，需要知道万有都在他手中。若是我们不知道万有在我们手中，我们就服侍会很可怜。你知道，服侍者就会服侍啊，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卑，所以我去服侍。我觉得因为我没有什么，我想要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有一个 identity 的确认，所以我去服侍。No， 耶稣教导我们不是这样。耶稣教导我们是，当我们知道万有都在我们手中，我是最有能力的时候，我选择的不是 control， 而是 serve。难怪圣经上面说，降为卑的会被升为高。原来一个破碎的生命降为卑，他才会看见，他不是要来 dominate 一个 environment， 他是来 serve 一个 environment 的时候 ，environment 就会来 serve 他。所以为什么万物的治理其实不在于你要去控制万物，你要去机改这些东西，以至于这些产品这些农作物可以出来，然后就机改完了之后，我们吃到肚子里面，然后我们就被这个机改东西影响了我们的身体。那我们不是要去 control 我们的 environment， 我们是要去 serve 它本来被造的意义。这也叫安息哦。有时候种菜也是安息，有时候走在大自然里面也是安息，有时候看看水会从上面瀑布下来，哇，安息。有时候在海边看见那巨大的海浪的力量，你知道人类实在太渺小。你说：“哇，神，你是巨大的神，我可以 take rest。”让我们有一个安息的生活，那就是真实与神同行。真正与神同行，不是一直在 worry， 一直在担忧，一直在想说明天我要做什么，后天我要做什么，怎么样才能够成功。真实的安息是，我知道神造我的意义，而我把我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的时候，他就会让年岁的成为冠冕戴在我的头上。这是一个盼望 ，Amen。所以我们看见了摩西，他其实不是要去迦南地，他知道他真正最大的奖赏其实就是神自己。而最后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创世纪第28章第16节到第19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Bethel）。我们来看一个地图，好不好？红色的路线呢，是亚伯拉罕，也就是他的爷爷。好，他的爷爷当时候被呼召的时候，是从乌尔，也就是两河流域，当时候最丰盛的地方——尼格底斯河跟幼发拉底河。OK，当时的两河流域。然后呢，他听见神的声音之后，他开始 move 到了哈兰。哈兰你要怎么记呢？他的爸爸亚伯拉罕的爸爸也叫哈兰，好，然后他们在的地方也叫哈兰。OK， 所以在哈兰，他们在那个地方停留了，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发生了亚伯拉罕的牧人跟这个罗德的牧人发生争吵，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哈？罗德是他的侄儿，然后发生了争吵，为什么？因为他们牛羊越来越多，以至于草地不够，他们发生争执。亚伯拉罕当时经历过一个很重要的 test， 这个 test 就是这个人的心胸到底有多大。神故意的，你要知道，神很多时候会故意看看你的心胸怎么样。这时候呢，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说：“罗德，你要向左我就向右，你要向前那我就向后，我没有要跟你争。”但你要知道哦，亚伯拉罕是罗德的叔叔，是 uncle。你知道 uncle 通常讲话不是这样讲的、啊、，uncle 讲话怎么讲？罗德，你最好搞清楚谁是 uncle。正常啊，我现在讲一般啊，你最好搞清楚谁是你的 uncle。今天神祝福我们，也是因为神对我说话，然后我带着你哦。如果我没有带着你的话，你凭什么现在牛羊变这么多？你还要来跟我争啊？这是一般的 uncle。好，但是呢，亚伯拉罕不是这样讲的。亚伯拉罕说：“你是我的骨肉，你向左我就向右。”就在这个 test 里面，结果罗德选了什么？索多玛跟俄摩拉，就是后面你知道被毁掉的。他选了那个最好的，而神就带亚伯拉罕开始，再给他下一段应许，就带他进到迦南地了。我们就往下走喽。好，走到大马士革，好，然后呢到示剑，你有没有看到伯特利跟示剑？圣经上面说，亚伯拉罕就在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坛。他就在那个地方，亚伯拉罕有个习惯，他就走到一个地，他知道神应许给他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地方筑坛。筑坛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献祭，谢谢你，感恩的祭献给你，因为这一次你所赐的。所以他就在那个关键的地，圣经里面有记载，他在示剑跟伯特利的地方，他就开始祷告，筑了一座坛。而今天我想要告诉你的关键是，雅各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他是孪生，对不对？兄弟，哥哥姨嫂毛比较多，比较血气；弟弟呢，就是一个偷，什么东西都要抢。好，所以我们看到这双胞胎呢，真的很妙。然后呢，所以你看，异人的后代也不是好搞的。OK， 好，所以呢，这两个呢，都看起来离神都有点远呐、啊。好，然后呢，雅各睡醒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雅各已经先用红豆汤骗了哥哥。以至于拿到长子的身份，所以你知道以扫一个是红豆汤就，除非那个红豆汤煮的真的太厉害，但是我真的不晓得能够煮多厉害，以至于他长子身份都可以不要。但是你知道雅各是一个没有经历神的人，以扫也是一个没有经历神的人，所以呢，他们都听爷爷讲过他们怎么跟神同行，听过爸爸讲过怎么跟神同行，但他们两个呢，一个很血气，一个就是什么都要抢。但是他们至少知道一个原则，就是有一个属灵原则。虽然他没有直接遇见神，但有一个属灵原则，就是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长子的身份是重要的。结果以扫太血气，就把长子身份给了。但是雅各知道他一定要夺到长子身份，所以他用红豆汤去骗了长子身份，所以他骗了他哥哥。他不只骗他哥哥哦，他还骗他的爸爸。他特别还穿了有那个茅草的衣服，有没有？因为他哥哥身上都是毛嘛，他就跑到，因为爸爸已经眼睛昏花了，所以爸爸看不清楚。然后一摸到那个毛，他就说：“啊，以扫啊，你是长子，领受那长子的位分的祝福。”结果这个祝福就在按手的里面进到了雅各的身上。雅各知道属灵的原则是爸爸的祝福是超级重要的，所以雅各知道。所以雅各就骗了爸爸之后，夺取了他哥哥的身份。不只是他骗了哥哥，哥哥也把主权交出来了，爸爸也把主权交出来。哎，所以雅各就拿到这一切的祝福了。然后当哥哥跟爸爸都觉得你太可恶了，你怎么可以这样的时候，结果哥哥就要追杀雅各，雅各才逃。他这边是睡醒了，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是在逃难。我今天要讲。如果说基督徒的话，他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基督徒，而且他没有经历神的基督徒，然后他甚至是一个欺骗的基督徒。最后他在逃难的过程里面，回到我们刚刚地图，他在逃难的过程里面，他跑到了，你看他是绿色哈，绿色是雅各，雅各就逃到了伯特利，同样的，他爷爷曾经在那边立约与神同行的地方。关键哦，你的与神同行会祝福到你的下一代。当他跑到了他爷爷与神同行的祭坛的那一边的时候，那个天空是敞开来的。这个天空敞开来是有一个 code 在里面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当亚伯拉罕在这个伯特利献祭的时候，神曾经对他说：“我不只是要把这地给你，还要给你的后裔。”神给了这个清楚的 promise。所以当雅各跑到那个地的时候，天就开了。但是任何一个人跑到那个地方去没有？曾经有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在某个 location， 所以 location 其实很重要哦。某一个 location 与神同行，并且有一个约定在那地的时候，这个地、人跟地连起来的时候，还有一个 promise， 三个东西碰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超自然的事情发生。所以他的下一代就走进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只是在逃难，然后他很累，睡着了之后，他说啊。这是天的门，这是神上这个天使上去上来，这是一个天敞开的地方，这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而神就上去下来对他说话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家人们，你的与神同行会带来你下一代的祝福啊！你与神的盟约的里面会带来下一代的祝福啊！你可能你能够给你的下一代，除了钱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神的祝福啊！因为神的祝福比钱更重要，因为有神的祝福就会有钱。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看见，我们不是 provide 给我们的孩子很多很多东西，最后他们远离神。我们是要 provide 一个让他永远能够站立在神同在的一个环境的里面，除非我们先愿意与神同行。当我们在与神同行的过程的里面，你就可以用信心把你的下一代交在神的手中了。今天你的孩子是不是正远离神？如同雅各一样，听过所有的福音，听过所有的圣经，但是他们却仍然在抢，仍然在不看重这些东西。你知道过去我在带青少年的过程里面的时候，许多的父母亲会来找我，告诉我说，我巴不得我能够跟他替换，我想要我的孩子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想要替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最重要的是，我们选择与神同行，我们就会带出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世界观，甚至正确的神学观。所以世界在说三观，我们会说四观，加上了神学观。过去的世代有时候给了我们，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有时候给了我们一些对神的恐惧，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要远离神，免得神来审判我们。但或许我们的神学观需要进到福音的根基的里面。我们都知道神是良善又有恩慈的，因此站立在良善跟恩慈的里面，我让我们与神同行，不要再禁锢他在我们的里面，释放他出来，常常的恩膏我们。我们不要再去看那一些我们不该看的，以至于玷污了圣灵。我们不要再去碰那一些不该碰的，以至于玷污的圣灵。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只是躲藏，而是能够被释放。因此我们要拿掉我们的不幸，拿掉我们的恐惧，因为不是我们做的好不好，而是这位神有多良善。我们的聚焦是聚焦在他的良善上面，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全然降服。我们知道这地上的一切都是他所赏赐的，就连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要去到他那里，也都是他决定的。因此既然是这样的话，就如同摩西一样，我们可以无所求，但是我们却为神求大事，求他的国降临在这地上。这才是我们最深的祷告，不是只是求神祝福我的企业，求神祝福我的未来，求神祝福我的孩子。很多的时候我们越想要用某些方式来控制我们的环境，那个环境反而来反扑我们。让我们带着神的 divine 的智慧来看见，有一种治理是神起初早就在这大自然里面摆下的治理，而这治理每一天每一天都在运作，即使你我都还在睡觉的时候，这地仍然在运转，这地仍然照着神他所赐的律，他仍然在走。因此今天当我们按着我们的心的时候，我想献祭最重要的是要有祭物，而这个祭物就是你跟我。因此今天你愿意把你自己摆在神的面前，说神，我愿意与你立约，让你的同在充满在整个国中，充满在整个台湾的里面，充满在整一个华人的里面。从这个地开始，从这个地开始，我们要与你立约。因此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来祷告，向你来立约。主，你是良善又有恩慈的神，你顾念我们的国家，你顾念我们的社会，你顾念我们的百姓。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一群家人站立在一起，各自都把各自的心摆在你的面前，不只是敬拜你，更是向你祷告一件事情，让天敞开来在这个地方。主，让你的天使上去下来在这个地方。我们祷告神，你同在的浓厚到一个程度，人在这个地方要开始超自然的经历你。他们可能如同雅各一样，他们过去只是一个宗教的基督徒，但是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会看见他们生命的呼召，就遇见生命的呼召，找寻到真实安息的意义，进到转化的动能里面。祝福101的每一个祷告，都在这地产生极大的影响力。主，我祷告在这个地方，如同有一个极大的爆炸力一样。主，当我们在这边线上的时候，主，你不只是闻到那馨香的活祭，主，你释放那敞开天所带来的祝福，超乎所求所想的倾倒在这地上，让这地成为粮仓，要来供应许许多多人的需要。主，因此我们祷告，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经历那超自然与神同行的美好，而且这个美好会祝福到我们的下一代，还会祝福到我们的下下代。主，因为你说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当你与我们立约的时候，主，你永远